是三十号一月二零二四年，啊，我要给你们大家知道哦，如果我们孔别社望出来冷库有没有，哦，不能靠机器引沙克，哦，这个叫冷气，哦，这种进口冷气没有那么容易啊，拉一下有几长，啊，有这样长，哦，它冷库肯定有，好忘了孔别社，哦，孔别社化掉，换皮盖，全部做好几个钱，千六块，哦，千六块车主个要求啊，看我的冷库有冷没有冷，哦，冷库到这边比较。好，上次是帮福哥拉热，那么孔别社会存掉，还有左掀车，哦，这个叫孔别社每内盘，这个、叫掀车，哦，久了会化掉，啊，整粒油油 ，OK， 我给你看啊，很冷酷，没有这样好做，这样，哦，二零八个比较，哦，你们市场不要给人家骗啊，我个冷气有几个冷，你要看吗，老板？好，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叫比较，没有这样好做啊，和皮盖很难忘。哦，它比较有三粒螺丝哦，你看，冷固就是这样冷哦。这个是看外面的热固，就是看里面的冷固有几个八千，有25%。哦，那个进口车冷气不要开那么冷，开有做新车控制的。为什么做新车控制的哦？你开冷了有几个够不够做哦？一辆车用了四五年够本了，啊，开油一下。如果还要休息，不是我讲哦，有这样冷呢。你们靠机器里杀哥哥哦，车冷固国有八固，根本会下降冷，我们可全部都要靠手工。我很满意啦，跟我人生个回心转意。不，你靠冷冷会存掉的，知道吗？进口车你们靠不要靠那么冷啊，我、哦、冷固一定有了，我、哦、就谢谢大家。我、哦、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们自己看。我、哦、不要讲靠机器里杀哥，我个冷固有几个？你靠机器里杀哥 BMRCD。哦，你要听知道不？八固里面就有七固，八固我给下五固啊，看到吗？